终于认识到什么样的劫难永远纠缠，感情里没有背叛不背叛，只不过缘分用完就该离开。还可以承担，虽然浪漫之后有些遗憾，心里好像残废了一块，至少我找到人生部分答案。每个失望的难关都是善意的安排，看我的希望有多少能耐。有些不成熟的伤，伤痛后会更明白，究竟有什么值得我去爱。不怕失败，相信自己不败，没有错过怎么会有痛快。就算失败，相信这爱不笨，爱过才懂我为什么存在。你今天晚上搬回来住？为什么？啊？佩龙，你叫他今天就搬回来，那他跟新恩的事情呢？都已经发生这些事情，你认为他们走得下去吗？爸，我不会搬回来。搬回来！我不搬，无论如何，今天晚上给我搬回来！家伙，你为什么不自己想一想？表面上是西恩他取消了婚礼，实际上是你伤了他的心。他才会这么做，而且我们也伤了洪家呀，让人家这么难看。你说你还有脸在人家家继续这样住下去吗？是啊，佳桦，你爸说的也没错，乖，你就听话回家来吧。这样子，不管对西恩，对郑军，就像嘉瑞说的，你爱西恩，就要先解决郑军的问题，这样。你跟西恩以后才能幸福快乐的过日子，啊，乖啊。这件事情啊，真的是不好意思，都是我们的错，嗯，所以，亲家公，你婚礼还没有完成呢，不用叫得那么亲呐，我们家跟你们家不熟。红妈，我跟新的婚礼会继续，而且会更盛大。不必，哦，哎，你给我们西恩呢受这么大的委屈了，还讲什么结婚啊？还有什么盛大的婚礼？你也不想想看，当初我是怎么跟你交代的啊？要你好好的照顾他，保护他。哎，你自己看了、啊，你还给我写欠钱书挂报警呢，结果呢？啊？从你们两个说要结婚开始，我就没有看到西恩高兴过，看到的都是难过，都是委屈的。你们这叫是什么恋爱啊？什么结婚啊？不如不爱，不要结婚了。妈，连我这个做爸爸的人啊，都已经感觉到了。你呢？你有没有觉得西恩越来越难过？你有没有觉得他最近都瘦了？你有没有感觉到他越来越不开心呢？我跟你说了，你搬出去的。老公，巧克力的。红爸，我可以搬，但请你先告诉我，西恩在哪里？我有话要跟他说。不必的，离开我们家，离开西恩，
不要再让他难过了的。我自己的女儿，我自己照顾，我自己来疼啊。哎呀，洪先生，这红妈，拜托你告诉我现在，不可以。他在秘密基地。老婆，全给你，你等一下，全给你。老婆，你。到我的秘密基地，你忘了吗？我有来过啊。那时候我们还为了巧克力的事吵架。阿鲁，当时我真的以为你是个男生。你欠债不还的赖皮鬼。而且越欠的越多。对啊，再欠下去的话，你这辈子都还不完了吧？我真的以为我可以照顾你，保护你。但回头来，是你在照顾我，包容我，甚至还为了我当坏人，主动取消婚姻。先。郑钧的事，真的很抱歉。但是什么？但是他的创伤，有一部分是我造成的，我有责任要照顾他。可是我不想让你走。我不想跟你分开，但是我又必须。你必须怎么样？我必须帮他。但我又不能当作我不知道。我知道你也放不下，否则你不会取消婚礼。不知道，不在乎的话，那我才会怪你。我们两个的幸福不应该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。
我想你会这样想，这样也好了。 这一次的婚礼，我想了很多。我一直以为家人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。我一直以为，只要我付出，付出给他们，我就会很快乐。可是我从来没有为我自己想过。 我想要做什么，就连这一次结婚，都是为了完成你妈妈的心愿。是我让你难过了，不是，我应该要早点告诉你的。 要不是听到学长跟你说的话，我根本不会发现，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要结婚。可是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我爱你，可是我没有准备好要嫁给你，王佳桦，我们。 分手吧。 相信我，这次分手是暂时的，是要为了我们将来在一起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挂碍。 我不会要求你等我。 你记得吗？我给你三个愿望啊，你还有一个可以许，你可以许愿啊，你可以要我的。希望你幸福。我最后的愿望。
我要的要求，就已经是，我希望我最爱的人红心，你要去做你喜欢爱做的事，你要幸福，你要快乐。人格分裂一样，爱与不爱就是你真的很白痴哎！我少了你，我怎么可能会幸福？想不开才用逃避面对，可是看不见听不见想不到，还是被寂寞包围。我等你，我等你用巧克力的身份再回到我身边，不管要花多久的时间。越想要否定越折磨自己，无法自拔陷下去。你微笑如今一场美丽，牵动我的全世界。最后再陪我做一件事好不好？别流言蜚语，让我拥抱你，让我保护你，让我们都愿意相信爱。爱一个人不用怨你，现在我回到爱里，不再欺骗我自己说爱你。人格分裂需要答案，需要你的温暖。是我放不下，忘不掉，想不开，才用逃避面对。可是看不见，听不见，想不到，还是被寂寞包围。我好疲惫，诚实面对。早就爱上了你，越想要否定越折磨自己，无法自拔陷下去。你微笑眼睛一场美丽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我的全世界为了你蝴蝶降低，诚实面对，不在乎世界流言蜚语。让我拥抱你，让我保护你，让我们都愿意相信爱。爱一个人不用原因，现在我回到爱你，不再欺骗我自己说爱你。我走了，赶快滚呐！我们家以后不欢迎你。好好的一件事情，搞成这个样子，哼！小哥你，你真的让我很失望。西平听话，不要搬家。
只想别人，都不会注意到自己。不会啦，你放心，会在一起的就是会在一起，就算分开也只是暂时的。 再低潮，也绝不要超过5分钟的不败女孩。没有什么事可以打败你的。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发现 Happy， 但我要你知道，我一直都在。 你不是说，你是就算低潮也绝对不会难过超过5分钟的不败女孩？可是你已经难过了一整天了。
很久没有煮了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啊，小鱼汤啊。 不好喝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再去弄。要不然这样，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，我直接去买好了。不用。 只是这个味道，小时候我感冒，你炖鸡汤给我喝，到现在都没有变过。不过不变才是最珍贵的。 靠着你，坐在老家的门口看风景。嗯，什么看风景？根本就是我在看，然后你在睡觉。对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靠着你的肩膀，就会有一种很安全、很安全的感觉。 因为我们是兄妹啊，嗯，我们是兄妹，对不起啊，到现在我才想通，不管过去发生多少事，我们都是家人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。 对不起，我对你说了那些话。明明我最清楚，要放下心爱的人有多难，却还逼你在短时间内一定要放下。对不起，没关系。 都该放下，尤其是我。毕竟，嘉华跟心安已经结婚了，我真的应该学会放下。 崩溃了，我要放下，我必须要放下。过去就让它过去，从今天开始，一定会慢慢变好，对不对？ 会的，一天一点改变，慢慢累积，只要我们不放弃，总有一天会变好的。那我们去旅行好不好？
北欧有个设计展，我想去看，你可以陪我去吗？好，谢谢，我来安排。好，我去开门。你不是应该再结婚吗？婚礼取消了。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，我不知道嘉瑞会，你不要怪他，他是因为担心我。你赶快回去吧，我没事，我真的没事。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事情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一个人要背负这件事情？告诉你又有什么用？多一个人活在阴影，还是要你怀着歉疚的心爱我？至少我知道，你五年前不是不告而别。至少让我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然后呢？现在的状况很明显，你爱席恩，席恩也爱你。不要再去管那些过去了，有些伤口时间久了就会慢慢好，有些委屈受过了，想通了，也就慢慢释怀了。有些伤痛，忍久了，痛过了，也习惯了。但是我不认为你是真的放下了。是不是我自己知道？既然你们没办法听我痛，那就回去过你们该过的生活吧。我自己一个人疗伤就可以。这件事我也有责任，所以我也要陪着你。你陪着我，那西恩呢？我们暂时分手，我们有讨论过，才决定说要怎么做。不是同情，而是你的爱。既然你给不了我要的，那就回西恩身边吧。没有一个女人能够容忍自己心爱的男人待在另一个女人身边的。你认为他真的能体谅你吗？我怎么会忘记呢？在厨房里，我去拿。嘉华还没回来，哎，给你哥打个电话，催他快点。弄打了。
我看他要让我们等多久？哎，你这人怎么了嘛？孩子好不容易要回来了，你又……他是我们家大少爷，他大牌，吃饭还要我们等。嗯，你不大牌，你公司忙的时候，我跟如英带着孩子还不是天天哭的。我看不如这样吧，我帮佳华留点菜。不是说了吗？一家人在一起，到齐了再吃饭。 那叫你等，你又不等，人家婚没结成，后续问题不要解决啊！是啊，再说，郑钧那边他也应该要去谈一谈嘛。不要帮他说话，你也是的，从来对他就是不敢打不敢骂，就怕人家说你偏心，就怕人家说你这后母对他。妈也是，他从小到大你就是顺着他宠着他，干嘛呀？ 爸妈只是，有什么话就说出来，不要吞吞吐吐的，这样怎么做大事啊？你不就是气我吗？干嘛迁怒嘉瑞？我是在教孩子，你做什么事情要果断一点，更要强势一点。我回来了。 坏了吧，快点，快点，这还缺。好香啊，光闻到就觉得饿。阿姨，这些都你煮的？是啊，是啊。来，事情都处理好了吗？差不多。什么叫差不多？差不多的意思，就是差不多。我国外的朋友。 叫我去投资，我明天会飞去。在我离开这段时间，华人的事情就交给你跟嘉瑞处理。爸，我恐怕不行。什么？郑钧他明天要出国，你要跟他出国？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啊？你现在是西恩的男朋友。 你要以什么身份陪别的女孩子出国？我想说我要出国吗？我说郑钧要出国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说完话？郑钧的事，我会处理好。现在巧克力园刚开幕，我很忙。简单的说，你就是不把我们华人的事当自己的事。我真是不懂你们这些年轻人做事，完全不顾后果。 莫名其妙说婚礼结束就结束，说暂时分手就暂时分手。我问你，你现在跟那个陆振军到底什么关系？当然是朋友了。那我再问你，你把他当朋友，那他呢？他把你当朋友吗？这种情况之下，你对他的陪伴跟同情，是会对他造成更大的伤害，你知道吗？还有西恩呢？你有考虑过西恩吗？他如果知道，他会怎么想啊？ 我跟心已经说清楚了，我们的感情暂时先放下。等我把跟郑钧的事情处理好之后，我们就会继续。处理好，万一要处理不好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会努力，我会努力想办法。 让郑钧忘掉他的过去的伤痛，可以吗？我会想办法跟心在一起，让我们有开心、幸福的未来。不知道方向，再努力只会越糟。好了，我不管你如何处理你的感情问题，总之，我离开这段时间华人集团。 交给你跟嘉瑞处理，吃饭。
什么事那么急，一定要当面说？啊，我要跟你说，我明天要出国了，会去好几天。我哥已经跟我说了。你，我想问你，为什么会知道五年前的事？ 不是要怪你吗？只是我想了解，你是怎么知道的。我不小心偷听到你跟你哥在吵架，但我不是故意偷听的，只是我觉得我哥应该要知道真相，他也是当事人。 他必须要知道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明知道你这样做，会被所有人当成坏人。那是我哥欠你的。而且，我不想要让你一个人默默承受这一切。你又怎么知道这是我想要的？ 之前，我待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的目光永远只停留在我哥身上。真君，你要好好把握机会，不要再让幸福给溜走了。5年前。 你来不及说的话，来不及做的事，你这一次就依照自己的心去做吧。就算最后的结果不尽人意，但至少你做，你不会留下遗憾，你不会后悔啊。 我和老板之间的约定。希慧，加油！希慧，加油！我一定要考上大学。我想要证明，我对他的感情不是小女孩的迷恋，我是认真的。 有种说不出口的愉快，我在。